快打工，现在要排队搭电梯。大家好，我叫苏森，我来自马来西亚，今年28岁。人呢就在深圳，今天要做一个蛮有挑战的事情。其实我打工的经验也蛮多啦，就从13岁开始就一直在打工，打工到现在。然后第一次在国外打工哎，你对，我现在第一次在国外打工，很紧张。可以跟大家透露什么职位吗？应该是 sales 吧，我觉得啦。哦，是 sales 来的。其实我很久没有被面试哦，都是我在面试人。现在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哦，你还要被面试啊？原来。当然。今天就是要应征，上班，然后要整个过程呢，你知道吗？我身后的呢是一间很大的公司，你们一定很熟悉，就是 You Like。所以底下是 You Like 的 CEO Love You。我不知道，那你有人知道这种东西的 ？OK， 不可以，我要上班的，我要迟到，我现在要进去准备面试了 ，Let's go。Oh my god， 现在要排队搭电梯。没有想过要排队搭电梯这件事。我们是偶像前面会还是买东西，没有想到 interview 还要排那么长啊，这个超级多了，你恐慌迟到，终于进来了。等一下一上去，其实我就是有来的老板，我在 interview 你。你想太多了，要有钱啊哥。要我就潜规则老板。好像很认真的你的 interview。要刷门，我来刷，我来刷。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员工。对，你不是员工，不要假厉害哦。真的员工在这里，沙漠姐。是的，是的。老板，啊，怎么不能这样喊了？太大声了。知道吗？你不要害我第一天就被炒了。哦。你去柜台，你去问他。没有。你说我要下单100个白皇后。你不要闹了，可以吗？你看起来像一脸很紧张。哈，没有错。我们看一下。很多人哎。OK， 这是我们苏森上班的地方。你要站这里啊，哎，然后看着大家，我看着你。大家好。你不要害我，跟你讲。你在这边举手啊。哎，好 ，Hello， 新同事。什么表情？我太聪明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们等Sam。进来面试。他是新来的同事。嗯，好。对对。你好，是拍视频。对，有可能变成你们的同事。假装先问一下，关心一下新来的人。怎么办？我带错人了，这好像。你这死扯牛！这个就是郭书生会上班的地方，看来我可以换老婆。哎，Be happy， 他们都在忙啊。所以你小声一点。大家早上好。小声一点。被警告了。对，我没想到我们要面试，但是我也是要进去。等一下。你们好。Hello。你要这样啊？面试官好。面试官好。好。好，非常欢迎你到我们深圳职场参加我们岗位的面试。然后呢，我是今天的HR 这边面试官，我叫皮皮。这位是我们市场这边的面试官海山。我叫苏森，然后来自马来西亚，今年28岁。我在马来西亚有两间公司，一间公司是内容创作部门，然后另外一间公司是品牌的，就是衣服品牌。对，那如果这么看起来的话，你的工作经验跟内容相关的，以及你做过的一些 showcase， 可以先简单说一下。哇 ，OK， 没想到这么真实。做内容就是关于广告、推销广告的这个领域，大概有6-7年。然后主要内容发想、拍摄、一些脚本内容，都是由我们自己来。然后到后期开始有公司了之后，就让他们来帮我们拍摄。就是有摄影师这样子，然后剪辑部分也是他们。经过我们刚刚的一轮的一些讨论的话，我们是会觉得说您非常符合我们整个马来营销团队的一个内容，同时我们非常缺一个内容的一个，我们其实非常缺内容分析或者说内容创意这样子的一个岗位，所以恭喜你们得到我们这个 offer， 很希望你们能加入我们，然后成为我们公司的一员。哦，有兴趣，然后今天正式上班，可以马上入职的，可以啊，来，他很在乎薪水部分。公司有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薪资保密的哦，可能就不方便在这里去做一个。通常是因为够多才要保密吧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。好，我看了，有50,000吗？现在有办公桌了。对，现在带你去你的工
这是东南亚部门的同事。各位，我是真的来上班的，我名字在这。啊，这是送你的入职花。哇，有入职花这种东西的呀。我的新同事，你很喜欢打麻将对不对？我们以后可以这边一起打。你要去介绍吗？那这边有麻将。对，这个是那个入职包。对，这个是蛮贴心的一个。我们入职还有礼物，这是保温杯啊，让你在公司多加班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原来都会有隐晦的意思。哦，知道，知道为什么会送茶吗？就是有精神上班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不能睡觉。哇，优娜的餐盒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让你三餐都在公司解决，待在这里，不用回家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。表情好像就是对我就在公司加班。我明白的，说透了，说透了。我们会，每一位同事都会匹配一台电脑，然后这是你的工牌，真的是上班哦，有名字的，好，带上去。那我可以回家了，等你养我。兄弟，元旦冬天一点，开启我们的社牛模式，开始。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新同事苏珍。又来欢迎你。是不是很紧张？他刚刚在抖，他讲话像蜡笔小新这样。姐姐，请问你是什么职位？我是和海外一样的，是是，对对对。你确定他？哇塞，我知道你是海外的。你确定他是姐姐？我觉得他是妹妹。没问题。首先呢，要更了解产品，更了解 Uline 这个东西，我们现在要去研发部来更了解，看如何更好的推广一下我们 Uline。因为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产品，你没有办法，没有体验过，对，其实你很难去说服人家去买这个产品。跟 Uline 合作那么久，真的没有想过可以踏进他们的公司。当然，我也是很想要了解一下他们整个全部的运作，来更好了解这个品牌。他要去接另外一个我的新同事，等一下我们就也知道是谁了。又来中国研发中心，走进千家万户。技术大哥你好，我们来参观一下。他算是来考核一下技术，我们是马来西亚被派来检查，很严格的。这是我们的安徽实验室。安徽实验室，所以你们大致上都会直接在里面去试用产品。对，验证产品，我们的设置要求或者质量要求。这静电台，静电也是一个。看不懂，这是电源，这是路电流，每个仪器都测试不一样的东西。对对对，每个确保产品没有漏电。相信你应该也看不懂，反正对，是真的，就很多东西要 test 啊。所以一个产品必须要从头测到尾才算过关。对对对，合格了才算过关。就每个阶段都要测一轮。环境实验室，哦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是跌落测试仪啊。就是产品跌落。对对对。就 test 这个很厉害，这是来测试它多高掉下来不会损坏这样。对，就是模拟我们在我们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啊，或者使用过程中不小心掉了。还是可以工作的。对对对。一个产品真的不简单，你看下一家。这地方就是来去验证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效，一个临床的实验最重要的地方。其实你们会是实验的人，会是你们公司里面内部人吗？这里的话，主要还是内部人员为主。很好哎，可以免费脱毛。这是不是模拟那个美容院的跟我们的区别？对对对耶，这个仪器，美容院仪器好大一台啊！这是美容院。用的，我们也会去做一下对比。对比，哇，怪不得，你知道 Uline 多小个吗？ Uline 这么小，美容院是要用这么大仪器，这是肌肤检测仪，是你可以看。哦，看你的毛孔，先生，哪里啊？可以脱毛啊？这不是这样子用的。大哥，我准备好了，脱我的毛吧。大哥不想帮你用。这是射频实验室，就是那个 Uline 打的那个光的那个地方，他们在做实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很多东西技术是不能外露，因为我们效果太厉害了，怕其他厂商觉得我们一样效果。你好，你们在检测射频吗？我们在检测脱毛仪的一些参数。哦，脱毛仪的参数。人家在工作，我们还是。先离开。哇，真的不简单哦，一个这么小个的脱毛仪，后面的工作真的很多很多。现在你有一个新工作，去应征新来的同事，好，有自信点，气势一点。我已经应征成功了，我要去挑战。晚来的总是比较吃亏。请问这位同事怎么现在才到呢？在排包。
报吗？没有，他是在应征，不是拍 vlog。我是已经应征成功了，所以你是我学妹现在。你们拍完了吗？拍完了。整个门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不要进来先，你很烦。这边还有一个奖励升级推，就是你介绍人来，他是怎么等级的，你就会有哇一万块奖金哎！天哪！要招聘成功。你要招到对的人。你现在已经正式，其实你有奖金了，你有奖金了，分一点吧，被你们发现了，不要私吞啊。我们可以模拟一下 Uli 的工作，你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肌肤，然后这个黑色的球呢是我们的黑色素，像很多人就会问我，我的腋下弄不干净，一直会有小黑点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用对产品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 Uli 它是怎么去解决你的体内的黑色素。等一下先，我先戴一个墨镜。姐姐，你不戴墨镜吗？我不用，我这样子吧。好，就是呢，你就要对着你的肌肤。你反应了没有？就是这样子。好像很好玩哎，再多一颗，多一颗，多一颗。好，来吧。黑色素就没了。好，就是这个原理，它其实它不会伤到我们的肌肤，它是直接生成进我们的那个黑色素毛，然后来解决你的黑色素的问题。对的，所以它的除毛才这么有效果。所以呢，我讲真的，我在没有接触 Uli 之前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它，因为你就是刮了它还是会有小黑点在那边，就看起来脏脏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是因为我接触 Uli 过后呢，我真的腋下没有小黑点，真的很好用，各位。等一下呢，就可以让你们知道有什么好福利。各位，现在来了，真的来了。我能来到Uli公司上班呢，那有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杀到这个销售部，当然要拿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回去啊。现在就是要来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好，我们对面的呢，就是马来西亚运营部的 Niki， 整个优惠那些都是你来处理，你来做决定的。做第一步决定，就是瓦洗的人啊，马来西亚人就说，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抓到他了。马来西亚朋友如果购买一个脱毛仪，你可以送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见你之前送了啥，决定了你们这次送什么。你预估你能产出多少单？你被问哦。决定了我能给你什么赠品？救命啊！你被问倒了。有点信心，你已经是负责马来市场的工作人员了。好，来吧，我想要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我觉得这个笑不笑？你看那个营销的脸变了。我觉得我们的观众们是要，他说你咋哪这么贵呀？从头美到尾，这化妆镜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他们表情都变完了，可能你们要叫老板下来了，财务已经救不到他了。各位来了，已经谈好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给大家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大家应该很少看到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海茶色，其实它就是有点像 beige color 这样子，好好看哦，各位你们看看。今天呢，原价1399，然后呢，只要1299就可以买到它，之外还会送这些东西，价值4000多块的东西，只要你下单就会有前10样东西，就是卫星枕、牙刷、2个面巾，然后还有这个佩戴的眼镜，3个刮毛刀。这个刮毛刀一生挚爱，这真的很好用，不嫌多。美容仪，这个呢，美容仪呢，它是可以眼部护理啊，还可以 lift 你的 face 啊，这些一堆的，这个可以在一个美容仪里面就会有。还有保湿凝胶，然后呢？消毒盒，这个消毒盒是前30位才可以拿到这个消毒盒。我平时在用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啊，怎么清理？没有那个想法，你知道，把它丢进去我的消毒盒里面盖起来，它就在工作了。所以是前30位下单就有这个消毒盒。对，真的要快。然后下单后呢，还会有抽奖，再送5位 Uli 家的镜子。你们看，它是有灯光可以调动的。这也是下单的人随机抽5位之外，下单的我会再抽1位送出 Uli 的，等于就是买一送一。那一位幸运儿就会有2台，他买一台就送一台。对，之外其他人呢是需要购买才会有，但是今天只要你分享这支影片，在下面留言为什么你想要这个 Uli 的脱毛仪，就会有机会得到芭比礼盒喽。我会送出5位，对，还有一个包包，还有眼镜，还有发箍，还有一个芭比的镜子，还有一个芭比的发夹，就
就会送给你，只要你留言就会送出去咯。哇，好爽，这次真的是很难得，因为是有机会来到现场去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有点看他们。还可以再送吗？刚刚那位 Niki 姐临走前说，交代她不要把公司送出去。然后各位要怎么买呢？就在我 description 下面就会有放链接，新加坡朋友、马来西亚朋友、台湾朋友都可以得到这个。香港也有，耶、yeah, ，香港的朋友也是可以哦。全世界吗？也要看我要分这个全世界，大家慢慢逛哦。好，现在就已经是休息时间，然后呢，你就来体验一下中国的食物啦。今天来吃香菜，这有什么最推荐吃的？辣椒炒肉。哦，流口水。辣椒炒肉来了，哇，又来了一波，这是鸡肉嘛？嗯，对。哇，来体验一下香菜，花椰菜。嗯，可以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是必点的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来到 You Like 的线下店继续上班，我们这就到啦。 You Like 宿舍，你想要更大的除毛吗？这没办法，这个按一次就好。哇，整个店很亮下哦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你上班环境咯。等一下我要做什么？你们通常会怎么跟客户介绍推销产品？就跟他说，就是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最新的产品，嗯，然后就可以快速的邀请他，就是坐下来体验，就直接跟他说明了，然后可以体验一下哦。OK 啊，对，各位换装上班了，现在真的很像 sales girl， 是不是？哇，真的有点不一样哎，现在有点专业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讲话不要这样子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改变一下腔调，不然等下顾客听不懂我在讲。有客人来你就糟糕了。啊，对，现在来是来上班一下，好，形象，整理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等一下客人。各位你好，这是我们未来的新产品，自然脱毛仪。然后呢，你可以试试看，这就是消毒盒。就是我们用了之后，我们都会把它放里面。客户接触的都是干净的。那有模有样这样，早点不消毒，现在消毒啊，让人家等。这次购买呢，还会有送一些，送六样产品，其实是很值得的。我先看一下效果。好啊好啊，给你体验一下。哇，这个客户也是很直接。因为我之前在美容院也做过腋下的，还是蛮疼的。哦，这个完全不会，我先给你简单的。为什么要先把毛毛刮掉吗？一般的我们都会要先处理干净的，我们再让这个产品更直接的贴近你的肌肤，然后效果的话会比较好。这呢，它是会有三档，就是一档、二档、三档。它其实声音也不会很大，然后它也很轻。其实你可以摸摸看，它的重量其实也是很轻。给你的手给我，接触了它是冰冰的感觉。好，我现在用。还没开始吗？啊，还没，我是给你接触了。然后我们开始前我忘记了，我要先给你戴一个眼镜比较好。这个是也是会附上的眼镜，你戴一下。在我家里自己的墨镜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，可以试试看一档。它这边只要一亮灯就可以打了，就是完全没有感觉。它的完全是一接触都是用冰，看我现在摸你的手上也是冰冰的。好，我现在上二档喽。哦，对吗？好，我再上第三档哦。就是完全的不痛，而且这个四周就会见效了。就是像我们上班族啊，早九晚五啊，就会有时候你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去抽空去脱毛，要在那边等待两个小时。那我用这个的话，我脱一个手臂大概多长时间？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脱完整个手臂了。其实就是一个很快，在家里可以自己解决。可以脱唇毛吗？哦，唇毛是可以的，它的平面它是很贴近肌肤的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了吗？好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我们还有送六样东西哦。今天还有送两个啫喱，两个慕斯，还有一个身体乳，还有一个那 U 型枕。我来这个粉色吧。粉色吗？我想这个粉色。哎，好哎哦。没想到竟然买了。这业绩有算我的吗，姐？成交一台，我们就下班啦。我做一台就可以走。Yes。耶、yeah, ，各位，我现在就已经下班回到酒店洗洗刷了。今天一整天的感想是，好羡慕别人的工作室那么大哦。那两层楼应该是我们公司的时间有吗？
真的是很大哎！对啊，我想说，哇，以后我想要努力让我自己有一间这么大，然后有人数又那么多的工作室。我在讲什么？就是希望自己以后有这么大的团队来在研发自己的产品。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让我大开眼界的是 ，Ulai 真的是在背后把那个产品做得很好，由自己生产出来，然后那些安全的考量啊，都一一的照顾到很好。而且到最后还有 sales 到啦，真的是不简单哈。然后影片的最后呢，要教一下你们怎么用 Ulai 脱毛衣，好不好？手上的是粉色的，很 Q， 对不对？超级无敌粉嫩。像我现在刚下班回到家这种感觉呢，我是不可能就在有时间出去美容院啊，帮我除毛啊这样子的。像上班族的朋友们，我也觉得你不应该把那个时间浪费在美容院的脱毛仪器上面，然后又要等啊什么这样子的。像我很多朋友啊，都会特地留一个时间，我今天要去脱毛，我今天要去美容，我今天要去做指甲，就是排整天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脱毛的时间拿走，好好的去享受，去逛街，去休息。然后知道的朋友们也知道，我用 Ulai 用了很久，它上两三代我都用过了，真的很好用。它在这里长按打开，它其实这个声音很小很小了的，很方便吗？小小一个人就可以带出去。它会有三档，这是第一档、第二档、第三档。刚刚才试用的宝贝们用一档就好，想要在这里你看到吗？亮灯。按就好了啊！忘记戴眼镜啊，大家要戴眼镜哦，不然对你的眼睛不好，就是太过刺激。OK， 这眼镜也是在里面呢，你看多么的可爱。如果知道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很怕痛，真的是一点点痛都不想要去忍受，懂吗？因为呢，它这边呢，看到吗？这个蓝宝石冰点头这一片很冰，你是接触到冰才有雷射，它一点点痛都没有，完全。它的 IPL 技术呢是跟美容院一样的，所以就等你用了这么一小小台，把美容院的技术带回家里。然后你看它这边，它的平面非常平，超级无敌贴合你的肌肤，你自己看。所以你要怎么打都可以，就是连这种手指缝也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它一个月就会见效了。刚开始的宝贝，两个礼拜前你都每一天各打一次，之后一个礼拜打一次就好。我自己呢不会拖太久不打，我几乎到了后期都是一个礼拜打一次。然后它的抑制效果就非常非常好。我有试过有一次就是懒惰啦 ，OK， 我两个月多，接近三个月才有一点点毛再长出来，很享受，宝贝们。你们好好的去享受这条路，无毛路，懂吗？然后这一次我真的来到这里，真的终于有机会跟他们面对面谈，谈到很好的东西，买一送十，然后你还有机会可以用1299的价格来得到4000块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真的真的很难得，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有没有这种机会，真的。好，各位，我要来脱毛哦。戴眼镜啦，戴眼镜，真的哦，很不乖耶，明白吗？各位，现在你们呢就要点去我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拿我的链接买它，没有错。好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哦，记得要买，这次真的很难得，知道吗？